我是代表这个狗粮供给委员会上，而且有拍照的，有拍照的，大雨在啊，那这样好了，我先提一个意见，一会儿下一个环节啊，我觉得可以抽粉丝的时候，二楼再抽一个，把 Jason 抽上来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对对对对对，上厕所让你去。我说过什么？我对我的偶像，我好喜欢我的偶像。那你这样，你做一个就是对你见到偶像那种疯狂的表现，但是不能接触偶像的好吗？闻风打牛，开玩笑，就是要喊话是吧？就是要表现出你最激动的那一面，见到偶像的那一面。等会儿，我要走过了，我要走过了。偶像见到偶像。就都在逛街嘛，对。王鑫，对不对？是这个意思吧？好好好，我还期待了一下，都准备好了。好的，正式的给朋友送一个生日祝福啊。OK， 三岁还是四岁的？所以刚才弄到了吧，是吧？三岁啊，3到4岁的你。我觉得是这样，因为有准备了特别的礼物，一会儿呢应该是我们会一起了。对，特别的礼物，我先做一个特别官方的祝福好了。就是认识你虽然不是特别长的时间，但是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些让我觉得天哪，我以前没有认识过的一些知识。对啊，做艺人的一些知识啊，就是要对粉丝好。不是不是，朱亚军，郭涛别解释，你懂得比谁都多。别挤，好吧，别挤。好，大家别挤啊，来，舅舅继续说。先送一句话，生日快乐。谢谢。一会儿呢，我们会有更多的惊喜给你 ，surprise。好，说了这么多呢，我们就要一起来玩游戏了。来，有请我们的这个，我一会儿来讲游戏规则。刚才这个不是游戏啊？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只是自我介绍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有请我们的小猴子、啊。不要挤，没事啊，别挤。来，一人拿一个画板，来。别挤。对，先拿着。别挤。来。来，王青，来。来，依次站一排，好不好？来，站一排。好，这个游戏呢非常的简单啊，各位呢主要考验的是多才多艺，对吧？还有搞教育的朋友，是吧？我相信肯定是画家级别的，好不好？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会偷偷告诉王青一个词儿，然后呢我们要依次传递，看最后郭涛来猜看画的究竟是什么，好吧？王青平时有画画的天赋吗？就是那个画的特别好，只是比冯建宇画的好一点点吧。好，那各位准备好了啊？那我就告诉王青第一个词儿了，好不好？这个词非常没有节操，画出来，然后得让他们猜，不能写，好不好？好，开始。要用最快的时间啊，要不一幅画画完结束了。这是眼睛吗？好了，懂了。好，下一位。好，来下一位。不要和我画一样，你们要加一些东西。好，来，局长。好，画好就这样转过来啊。好，来下一位。好 ，OK。我觉得你不管是回答问题还是画画都有点冷淡。好，
那可以写行。好，来舅舅猜一下这个画的，这是连连着几个字可以告诉我？不能告诉你，就是因为就是要靠你的这种聪慧的这种东西，你懂吗？好，大家不要提示，来郭涛，帅死是吧？这是一个眼睛啊，来转过来给底下的人看。如果下一个词是王青，我直接洗个手。来郭涛，好，来。哎，郭涛，你真的跟他们熟吗？你不是很熟的感觉。但一般我都是出题的。这个帅啊！我们还有题，你抓紧时间。帅！五雨帅，四三二是一是。好，时间到。泪痣，就是。就是泪痣啊！好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就是泪痣。冯建宇，什么？你确定吗？是冯建宇？确定吗？确定。那为什么说了半天你都觉得泪痣就泪痣？哎，这个是你。我跟你讲，我不敢那么仔细的看大宇的脸，有人会不开心。好，那我就告诉你们正确的答案，就是冯。雨，所以他舅舅你答错了，那是就那是。好，那这样我们现在换个方向，从他舅舅开始好不好？开始画啊。好，这道题是没事，咱别急好吧。啊，忘了跟大家介绍了，在郭涛出道之前呢，他其实是一个画家，所以混不下去做主持人。真的，现在我都有点紧张，因为场上两个特别优秀的主持人都在。我要的就是这句话。不过看完郭涛画完这幅画，我觉得还是当主持人比较好。郭涛，你是我见过完全没有画画天赋的人。不要脸好啊！好，来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不准笑我，不准笑我。来，大家给舅舅这么拙劣的一幅画，一些尖叫声。好，好，画得非常好，确实很有天赋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来，冷淡姐。画大一点，冷淡姐。那个，咱们就稍微的站开一点点，稍微站开一点点，好吧？我往前一点，你们就站开一点点，好吧？咱都不行，好不好？我往后一点，为什么？啊！快抓紧时间！好，来局长，局长。看一下第二幅图啊，第二幅图，他那个画画完之后去那边。来，局长，别急，别急。这一轮游戏呢，其实除了画画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准之外，基本上呢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来看看谁是游戏当中的老鼠屎。那个放在我那个放到包里，画好了吗？啊，画好了，我给下一位的啊，来看一下第三位啊，好不好？我们画大一点，好不好？果然都是一家的，画风都一样，特别辛苦。好，来，请画，来，请画。来，抓紧时间。可以画大一点吗？好，哇，王青，我只能说各位都是具有画画天赋的，都是我见过画画最好的粉丝朋友。来，好，来。好好，一会儿。你戴一个口罩是？我去出通告，去做采访什么的，我都觉得我是个艺人。我以为你是 idol， 我以为在这儿我就觉得。好，对，画得好。
经准备回来了。好，好，是连每一个鸭子底下都要点一个泪痣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好，好，各位，这就是最后的终极的一个图，好不好？来，王青，请告诉我，这是一道什么题？我只能看到最后一幅吗？对啊，你也可以这样，因为你是过生日嘛，生日寿星最大。对，我们让他看一个老鼠屎当中的舅舅，来，舅舅，舅舅把画拿出来，你看第一个都不一定能猜出来。舅舅确实是主持里面画画最好的。或者你倒着看 ，Here， 我跟你讲，我是我们五个里画最好的，这是鸭子，对不对？你凭良心讲，我五个人里我画最好。我在你面前真的没有良心，他画的是个鸡呀、啊。垃圾，垃圾几个字？四个字，四个字。一般人我不告诉他。这是前两个字，这是后两个字。Here， 呱。波涛，在你的世界里面，鸭子的叫是呱，是吧？类似吧，没见过其他蓝怎么叫。得惊透他，咱这边。不能再提示了，不能再提示了。糖葫芦，这是什么？北京烤鸭？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要给我看这幅也不太像，说实话。你到底最后猜一个，到底是什么？北京烤鸭。回答正确。但是我想请问一下，五位高大上的画家朋友。郭涛转过来，哪个地方像北京烤鸭呢？郭涛，你的人生好灰白，你不仅没有见过鸭子，你还没吃过烤鸭。北京啊 ，here 啊，鸭子啊，冒着热气的鸭子就被烤。这个毛是热气，我以为他在游泳。我当然想大雨救我。热气，水蒸气，多抽象啊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只能说，王青，你的智商确实很高。确实难为你了。好，最后一道题，好吧，最后一道题，那我来告诉王青。这样，什么直播不直播的？来一点，来一个怪一点，怪一点的，怪一点的，你自己给自己出一道题吧。出个什么？我给大家出一个题，好，我怕你这个画完之后妹子们晕了，这也太明显了吧。让一下我就走了。好了，给大家看一看，来，好，这个要靠自己的领悟能力，好不好？是，好，明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场，哎，那个王青回来，不能看到那边去了。好，不能过多交流，好。来，舅舅，舅舅一看到这个字就懂完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确定你写的是对的吗？来，是我的理解啊。好，来，告诉我们。确定吗？王青总工，什么？王青总工，还是秋雨？好啊。王青，你告诉大家你写的是什么？我写了一个特别大的青，然后在这点了一个点儿，青雨啊。好，谢谢。对的，再次的谢谢四位粉丝朋友。行不行？我们看。
别别别别，待会儿就是如果说楼下或楼上听到有没有误会，啊，打架了吗？再次的谢谢谢谢五位，谢谢，休息一下，谢谢谢谢。刚才只是玩了一个简短的游戏，接下来的王青有准备一首特别的歌曲要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网易的朋友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没事，你给我就行，我可以读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一个问题，现在是来自于我们网易新闻客户端的所有的朋友们。第一个问题，想问一下爸爸，想问爸爸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我还有机会吗？不是，我觉得，哎，那个妹妹翻了好多白眼，我看到了。来，你回答一下，喜欢什么样子的？不，如果你说不出来，喜欢的女生、喜欢的男生也可以啊。他说他还有机会吗？不是，也没有名字，我也不知道你是谁，肯定没有机会啊。不是，关键我希望正在网络上面看我们直播的朋友、妹妹们，千万不要做这种自杀式的问题，好吗？你来。先说一下喜欢的人的类型吧。对啊，一定要大眼睛，因为我是很喜欢那种眼睛特别大，然后要对眼睛很大双眼皮吧，你知道那种。好的，所有的单眼皮们先哭瞎。然后呢？我觉得这个已经很重要了。就这一个条件啊？对，大眼睛。然后，因为什么内置啊？不是啊，这个你说的类型要宽泛一点啊，因为我自己比较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是就我喜欢的，不要太白，就不要太白。我是很喜欢那种很健康的小麦色，对不对？女生，我们知道她是女生，然后就没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就这样哈，就这样。那刚才那位肯定是没机会了嘛，是吧？他谁？啊，好，是谁？第二个问题，好，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微博发的那么少？因为我其他的时间都在准备啊。我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告诉你们，现在你们不知道，因为我都在去就给你们去准备我想给你们看的东西，所以微博我以后会多发，好吧？那我想替我今天晚上九张图，好吧？哎哎，等等，九张图你们就满意了？我跟你们说，最近王青练得特别壮，不相信你们问冯建宇，因为只有他看过。他最近身体不太好，最近冯建宇身体不太好，这身子比较虚弱，是吧？好，下一个问题，请问一下王青爸爸。接下来不要再写爸爸，因为我知道爸爸不合适。最近喜欢的穿衣风格是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嘛，身材好，脸好，有颜有身材是穿什么？好了好了，就你们知道就好了。直播，其实我还是喜欢多挑战一些，就是没有穿过、没有尝试过的衣服的。这是裙子吗？有机会。我觉得王青，你今天过生日，虽然我们什么都可以原谅你，但你今天回答太官方。你刚才明明在后台说你今天不穿，也不穿啊！一会儿有神秘大礼来的时候，王青说他要裸着接受。马森哥，你的记性真是好啊！好，下一道题，对于 APP 的爆破器的感想是？什么是爆破器啊？就是我们只要参与了一项活动啊，就是它的一般的服务器会崩掉啊，或者啊，
就是崩盘了嘛。对呀、啊，带宽。比如说，咱们今天几点几点开票啊？然后到时间抢，抢，抢，打手机的心都有，怎么进不去？哎，现场有没抢到写真的吗？啊，哎，对了，我那个现场发的衣服你们都收到了吗？我答应过你们，给你们做秋裤对吧？到了夏天了，你们穿秋裤就进去了。哎，什么东西？什么？哦，他们说这儿信号不好，3:10不好抢，那怪谁呀、啊？没事，你没有衣服呀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，留守儿童有什么后续的福利吗？有没有？那个等会儿上去啊，宋哥。哎，就以你多年的主持经验，我没有主持过留守儿童的活动。今天第一次，以多年的主持经验，像这种，艺人主持人上台，然后完全在受粉丝的摆布的时候，这种情况多吗？挺多的，我就是为粉丝而生的，粉丝就是我的衣食父母，然后你是粉丝们的爸爸，所以我也该叫你爸爸。不够吧？不够。什么？好，别闹别闹，这是我的前辈，我的老师，哎，爷爷生日快乐，老师，好，说了这么多呢，也希望正在网易新闻客户端上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儿童们，记得发一些更加没有节操的问题来，好不好？我们一会儿会随时的跟各位来互动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每一个艺人都会跟粉丝有很多的约定。接下来要请王星给大家带来一首很好听的、很温暖的歌曲，这歌名叫做《十年》，有请。
过生日哈，过生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唱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可能想到冯倩宇，所以想哭。没关系，我他才不会想哭。想到他就想到很灿烂的画面，然后就特别无聊。我觉得今天主持你的生日会特别开心，因为我每次主持很多，不管是一些韩星或者什么见面会，从来没有这么直接的问过一些问题。今天我觉得好直接，我也好开放。我一般都是不太喜欢回答问题，比如说就表现出来，就是表现出来，是这意思吗？对对对，就是想到冯倩宇才不会想哭，对不对？像你们一样，一会儿看手机，冯倩宇。一会儿你在跟那个做那个冯倩宇的一些那种互动的时候，我就慢慢哭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问问啊，这首歌曲是《十年》，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曲？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之前咱们的约定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一个十年的约定，是这个老师们你不懂啊，我们家人的事儿，对吧？我又不懂了，咱们家人的事儿。然后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这首《十年》是啊，这个叫导很长了，咱们的金夏 MV 的导演刘芳琪是《盗墓笔记》。对，他是盗墓笔记画的。刘芳琪是盗墓笔记啊。啊，盗墓笔记的，然后这首十年。哎，听说特别帅，能给一个追光让我看他有多帅吗？对，这首十年。芳琪靠前面走点。那个导演在这儿，我也把十年唱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，那个我想参演一下盗墓，好吧？有机会的话，我努力争取。谢谢导演。他不知道今天因为我选十年之后，我就瞒着导演，然后对，就瞒着导演告诉他，导演选我，盗墓是不让我说话了吗？我是其实想跟你说，不用这么要求，因为导演呢都是很现实的，他看到他们就知道有票房了，是吧，导演？所以今天才把刘导请来啊，一定要看看你们。好，那个非常短的一个台子，希望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王青在其他领域更多精彩的发展跟表演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呢又是要跟这个粉丝朋友们做互动的今儿会了，好不好？继续你来选好不好？我们先选一个嘉宾上台好不好？刚才选了舅舅是吧？是。我们现在选一个娘一点的。有舅舅不能还有舅舅是吧？得有舅妈是吧？啊。我们先选瓦哥，来瓦哥，瓦哥。我觉得大家要给他尖叫声，因为瓦哥，其实瓦哥是不远万里从燕郊。瓦哥挺不愿意来的，因为他在台下跟我说，一会儿我上台一定要给我放走，我不要跟他站一起，我上台的时候一定要坐下。而且瓦哥说了，他今天回归自然，连增高鞋垫都没垫。瓦哥你太自信，我都垫的就走不动路了。然后再选四个粉丝，好不好？